新加坡这边有这个相当部分的这些大陆的华人在当地有被骗的情形，那这个后来发现IP 是出现在台湾，位于台湾的机房及主动加被害人 LINE 推荐投资管道等理由，诱骗民众加入假的国语赌博网站，然后歹徒在假冒通讯管理局及假公安通知被害人涉及刑事案件。那被害人的被骗款项在透过水房转账洗钱进入台湾，查获赃证物包含笔电12台、电脑主机3台、手机59只、金融卡系4张、被骗大陆民众共计15人、被骗金额42万元，被骗台湾民众16人，被骗金额共3400万元。